主料，秋刀约两条，辅料，排骨酱两大勺，干芡粉，料酒二大勺，酱油，醋，汤两小勺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到二十分钟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将秋刀鱼洗净，去头尾，用刀从鱼腹部中间剖开，鱼背处相连，用盐把鱼腌制，放置冰箱，使之收缩切断，稍拍点干芡粉，不拍的话鱼肉一定要干，效果一样。另置油锅渐热，煎鱼至双面金黄后，请多沥干油，另起锅，不放油，倒入排骨酱、料酒、酱油、糖熬至粘稠，将沥干的鱼块放入排骨之中收汤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在煎鱼的时候火是中小火，不能太大，排骨酱本身就带有咸味，酱油只是为了上色，盐只是为了收紧鱼肉，增加鱼肉的 Q 感，所以酱油和盐都要少放。在熬酱的时候一定要中小火，不然排骨酱会糊锅底，实在是有点干的话稍加点水，这样立刻就会缓解干锅的状况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